好朋友在网上订了一辆车，今天特意向宫里请了一天假，过去帮他把把关。如果价位合适，车没啥问题的话，今天就拿下。咱们自己都不懂车，你还帮别人看车，你靠谱不？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咱不懂车，咱可以去帮他搞价格呀，在某些方面，总之不能让他吃亏呀，对不对？朋友已经到那边店里了，现在过去找他和他。新车看上去是爽啊，兄弟，这个车目前只有个交强险，商业险还没有买，等过段时间，这7天内如果没啥问题的话，等过户的时候再买。